阿姨回车。哎，阿姨回车。喂，总导演，总导演，阿姨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姓李的。李阿姨，李阿姨，阿姨会唱歌，连《倩女幽魂》阿姨都会。山哥很会唱歌。山哥，山哥，阿姨会唱山歌，很会唱的。我不会唱。不可能。是哦。你唱一个嘛。莫说青山多障碍。山哥。这是山歌吗？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阿姨对得上。有山峰，这八弯过山峰呀，好景。他们俩对唱挺好的，我觉得。挺好，挺好，安排，安排。阿姨就是需要引导，属于引导型选手。引导型的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每猜中一种您的菜，您种的菜，您给我们唱一首山歌，好不好？不会。太好了。阿姨不会。唱首。家里上不去。这是什么菜？西葫芦。南瓜。对了。对。哎，漂亮。阿姨，来。您最喜欢的？咱们本地的民歌有没有？红梅饭啊，南瓜汤啊。阿姨唱了个菜谱，南瓜汤。我听到南瓜汤三个字。对，南瓜汤。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激发阿姨的潜力。来，我们再接再厉。阿姨，这个。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。哎，西葫芦。哎，你怎么就记一个西葫芦啊？我刚才那边看到一个西葫芦，猜啥都是西葫芦。我觉得这里肯定有西葫芦。这还是南瓜吗？苦瓜、丝瓜、冬瓜。冬瓜不会。冬瓜。啊，这是冬瓜。对啊，冬瓜会长架子上。哎，看，跳那么高。不是丝瓜，那个还没进里面。这个应该是丝瓜。进里面。哇，这么大个呢！哇。阿姨种的大冬瓜，嗯，这个多少斤呢？这是个冬瓜王，有二十三克左右。哦，大佬，你好嘛，大佬，你给谁啊？阿姨，我没有猜对一个啊，就在这里面给我们唱吧。种田为革命，为革命来种田。种田为革命，为革命来种田。哎，好听。好听。怎么听啊？我唱个歌，您肯定会。嗯，龙奔龙啊，万里长篙江水，龙奔龙。太好了，阿姨深藏不露。